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Just type,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近日，湖北省荆州市对备受关注的全国最大的网络裸聊案作出了一审宣判，郑丽等五名被告分别被判处2年6个月至6年不等的有期徒刑，并处50万至10万不等的罚金。来看一下。去年6月，湖北荆州警方破获一起网络色情案，曾经捧红网络歌曲《老鼠爱大米》、《香水有毒》的分贝网创始人郑丽，见音乐网站经营不景气，便伙同他人建立色情视频聊天网站，非法收入1493万余元。法院审理认为，郑丽等五被告人已经构成组织淫秽表演罪，判处郑丽有期徒刑6年，并处罚金50万元，判处戴泽言等4人5年至6个月至2年6个月有期徒刑以及相应的罚金。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, 十. Repeat after me, 十. 十.